典主题曲之夜，众艺人献唱经典好歌。你讲你最爱坐的是我的乌托邦。人家有那个八点档主题曲，我有我婚礼的主题曲，那就是写给老婆的歌。对对对，而且恭喜你，最近这个小朋友越来越可爱了。哎，山妈妈，敬请锁定本周六晚上八点，《明日之星》Superstar 由娘家益生菌冠名赞助。